那今天跟这个有关系，颜色不一样。嗯，所有牌都是蓝色的。嗯，这张是红色的。嗯，好，这个呢叫做预言牌。预言呢？预言，他预言了某件事情，我把它放在这里。你的工作呢，就是确定我不会偷换它。好，我不会偷换，都不会。从一开始我就不碰到它了。好，刚刚看到每一张都是蓝色的，对，这张是红色的，对，它不一样，它是预言牌。好，来看扑克牌呢，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我把牌一叠一叠的拿到桌子上，是。你在喜欢的时候呢，随便说停，我就停在那个地方。停，停吗？停了。方块接。这么多牌里面，你选的方块 J 是，各位，如果这张也是方块 J 的话，是奇迹吗？是老仙？怎么可能？是你做决定，我可没有偷换什么东西、哦。哎，对，老仙会用手法去。哎，对，你是先摆出来的哦，这张是我选的，而且他现在不能碰他，而且每一张都不一样，完全是你自由选择。那不可能，完全是你自由选择，不可能啊！我换都没有碰，都没有碰过他。请翻开。我先说明一下哦，干嘛吓我一跳？我说明一下状况，连我都吓到了。我要说明一下状况，好，都是蓝色的，嗯，它是红色的，红色。一开始我就放在这边了，每一张牌都不一样，会选到这张牌是你随便选的，对，对吧？所以不可能有，哦，这如果另外一副牌，这如果一样，就是奇迹，对，好，结论已经全部做完，翻开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啦。哇塞，连花色都一样哎！对啊，你们觉得它一样吗？其实不一样。哪里？因为它的背后是红色的，而这是从蓝色的扑克牌里面选出来的，所以真正要让它们一样的话呢？怎么需要这样？看不完，看得贵啊！目前在桌面上只有这两张扑克牌背后是红色的。对。目前在桌面上只有这两张扑克牌是扑克牌。啊？什么意思？绕口令吗？对，说的对。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？我刚说在桌面上只有这两张牌是扑克牌，其他的呢都不能算是扑克牌。啊？啊？怎么可能一下子都